边缘。侨务委员会所举办的2015年台湾美食标章评选活动即将开始。今年休斯顿有明星冰谷、国芳园两家餐厅参选，另已获美食标章的枫林小馆及可口小吃将进行复评。来自台湾评审委员中卫发展中心李琼瑶女士及城旅观光行政总主厨唐文俊先生，以及休斯顿评选委员张少华、方海妮女士，于7月8号举行评选前会议，随后进行评选。另外，为了配合本年度侨营美食餐厅标章推广，7月6号到8月9号将办理 Time for Taiwan FB 拍照上传抽大奖活动。此外，历届得奖美南侨营台湾美食餐厅也将于7月11号星期六举办联合优惠感恩日活动。四位评委评选了枫林餐厅、明星冰谷、可口小吃及国芳园四家，其中枫林和可口小吃为副评。他们表示，这次评选的标准将以1餐厅菜肴、2餐厅服务、3餐厅环境为评选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侨营餐厅呢，他们在几个方向都做得很好。第一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色；第二个部分，他们有自己要传承的一个决心；那第三个部分，他们在菜色的研发上面一直不断的开发，不断的去发展一些创意跟巧思。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以作为我们在遴选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遴选，我们帮助这些厂商，帮助这些店家，他们未来能够永续经营下去。侨教中心庄主任表示，配合侨营餐厅评选，侨委会将在7月6号到8月9号办理 Time for Taiwan FB 拍照上传抽大奖活动。休斯顿、达拉斯、奥斯汀地区的侨营台湾美食餐厅有 Cafe 101、Cafe Ginger、Sushi Bar and Chinese Cuisine、人际饭馆、可口小吃、安东庄、东来居、长江餐厅、叉子河汉、顶好小馆、枫林中餐馆、Sushi Envy、五福楼、姚餐厅、美心大酒楼、康家园。只要在上述侨营餐厅现场加入侨营台湾粉丝团点赞，即可获得精美小礼物，每家侨营餐厅限量100份，送完为止。另外，上传消费照片，邀请亲朋好友来一同帮忙按赞，还可以参加好礼抽奖。现在就加入 Gourmet Taiwan Overseas Quality Restaurant 粉丝专页，至脸书活动专区中的 Time for Taiwan FB 拍照上传抽大奖，上传于侨营餐厅用餐照片，大声留言于餐厅用餐感言，并记得在照片中标签出自己的姓名。活动结束后，获得最多赞的照片上传者即可获得人气王奖项礼品，美国台湾来回机票一张，并且将从拥有最多赞的前5名照片中抽出50位上传者，赠送包括 HTC 手机、美利达脚踏车等百项众多好礼。此外，美南侨营台湾美食餐厅将于7月11号星期六举办联合优惠感恩日活动，消费者只要在当天至合作的侨营台湾美食餐厅 Cafe Ginger、 可口小吃、东来居、美子河汉、顶好小馆、五福楼及美心大酒楼用餐，消费满额20美元就能获得店家提供的感恩优惠，最高享有10%到15%的折扣。欢迎海外侨胞多加支持充满家乡风味的侨营台湾美食餐厅。